你一个的位置恐怕就危险了。如果我要是你的话呢，我现在就好好考虑考虑怎么和我联手来对付独孤若男和四大。我们是同一条战线上的队友。我刚好带了一瓶酒给四大庆祝。好啊。那个赵雨辰又来骚扰若男姐了，他又喝酒了。所以你承认爱上了独孤若男？没错，背叛了苏小，是吗？优六剧场遇见璀璨的你，每逢星期一至五傍晚6点，八度空间甜蜜耀眼播出。你也可以下载通策 App 收看。